我想要玩那个炒菜流派，有没有办法？能不能给我一个炒菜流派？每增加一种食物，这个不行。2块钱，右键转不了，你说不能这样旋转吗？这样子呢？你要先用左键拿走，你右键你这边没有用哦，你这边只是锁定而已哦，你要拿起来哦，然后旋转，不一样哦，不一样哦。有猪获得一枚1块钱，3回合。好了，不要，走吧。然后两只猪幸运草，稍微加速一下。哦，人家有一根香蕉，有一根香蕉，有了，终于给我平底锅了，又给我香蕉，又给我大蒜，甩一下，有没有空间？有空间，但没钱，靠北。哎，该怎么办呢？磨刀石配平底锅，它可以上去吗？它只能够配英勇魔药，英勇魔药。食物类伤害加一，食物类触发快100%。OK， 是我们的杰送出了10个小黑。如果你有拿到杰的小黑的，记得再跟我们的杰说一声谢谢。在这么夜深的夜里，还没有夜，现在十一点而已。我玩这个时间怎么觉得体感过很快？其实没有过那么快。谢谢我们的杰，我们先悠哉一下，先等这个声音跳完。反正这个东西没有及时，这个声音，等他一下。等他一下 ，YT 现在爆掉，给他一下，给他一点时间，给他一点时间。哎，这里这样 ，OK， 好，应该不会输了吧？这样怎么输？你跟我说，只是没有办法拿这个而已。我们稍微等待一下。哎，五告仔，早安。这个没地方丢。对啊，其实我的东西还没有出来，魔杖也都没有出来，魔药也都没有出来，我们等一下就知道。那就走咯，我们等 YT 的通知。别急，我有香蕉，我又有平底锅，食物之间相邻会再加速吗？会，他们会再加速，他们会再加速，会再加速。又有一个毒蘑菇了，太香了吧！只不过、啊、又有一根香蕉、欸，哎。这么好、啊，又一根大蒜，大蒜不用保留，我是不是往上一点点？这样，对了，好，走吧。隔壁开三台，人生也十倍，大伙说要开一波。嗯、不是，那个跟开什么台没有关系，真的。我也如果我开一样，我那这样的话，我开 Minecraft 应该也要几十万人才看的，对、啊，几万人才看的。隔壁哪一台？撕我一下。DC 就我一人 ，DC 通常都是我一个人，对吧、啊？那边是给一个介绍，跟他说，哎、欸，我在开播了，我在开播了，各位。我不要再拿这个盾了，哦，这个盾拿太多次了。然后这个先放旁边，然后我们再放一根大蒜。然后香蕉这个先放这里，再放一根香蕉。我还能怎么做吗？6块钱，这是食物自然，这样这样这样。这个平底锅怎么输？同学，人家炒盐呢，拜托，人家是炒盐呢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你以为我开，你以为我播卡丁车就是就是？就变草原吗？那我打英雄联盟，我不就是 faker？ 低于70%时，至获得一点幸运，8点盾牌和一层的每层会增加武器伤害1%，一滴护盾命中70%，好像没那个必要啊。我想要现在看一下哦，传说，传说。4块钱没有东西，2块钱啊，不用，走吧。
你玩这么多小蛇背包，有没有开始搞懂了？有啊，拜托，我们都已经是赢的说，我现在还没有连输，我现在在疯狂的上分当中。然后我们的永俊说："感谢爸爸，我的会员都从爸爸拿到的，感谢，没错，感谢就对了，感谢都对了。看看我们这个恶心的平底锅，凶残的跟什么一样。然后又要再一个剧毒黏黏的吗？"哎，美食加一层多一个，然后我们这边有一大堆，其实可以耶，我们其实可以剧毒黏黏呢，对啊，加一个，然后哎，其实我刚刚大蒜没有放中间有点还，哎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再一个，哦，两个这个，然后给我一个魔法球，这个是什么？英勇魔药，OK，没有东西，4块钱，不动。走吧，大家这种会输哇！剑 跟荆棘可以合起来啊，真的假的？剑跟荆棘也可以合起来。阿迪够什么平民队友吗？阿迪够哎，这个我已经没办法跟你说了，云策，我已经没办法跟你说了。好的，过去15有啦，这初期怎么输？这平底锅成神了，你该不要让我拿两个平底锅吧？我们现在是每秒耐力消耗一，每秒耐力消耗一，不行，不能拿两个平底锅，拿两个平底锅会爆掉。我们还有4块钱，那就稍微的加强一下，刷一个，又有一个水果，有一个饱和，饱和留一下，而且还打折欸。对啊，香蕉还需要吗？欸，其实我两根香蕉欸，其实我可以多一点点欸。好了，再一次，香蕉不能进化啊，好可惜哦。红色那把剑跟荆棘可以合成哦，哦，那哦，好哦，不行，我今天就是玩平底锅流，有，我就是靠着我的平底锅，你有那么多武器没有用，拜托，这什么？偷取随机一个增益效果。25%几率抵挡一个暴击时减一个效果，放入背包，地狱生命30时，回复50点生命。哦，这个放入背包会不会太强了？但是13块哦，干那么贵哦，4块，好吧，先拿，然后拿这个先借一下，然后再拿一根香蕉。香蕉，拿宝盒，顺便帮我赚个钱。OK，好，走。黑暗大年年，啊，就不给我啊，他就不给我啊，给我了，我们再来讨论。为什么他有这个，我就没有这个，对吧？但是没关系，哇，两个，他两，你拿两个锅铲呢？你看没体力了吧？没体力了吧？没体力了吧？好，OK，过，好。我现在有3根香蕉，然后又给我。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吸血鬼梳子武器可以获得20%生命值，生命回复效果加强25%。这水果可以吗？不行，它只是吸血而已。你向对手施加的毒会根据这个的层数而增加生命值，可是我没有吸血，所以再怎么样感觉都是玩巫毒欸，对啊。然后额外攻击向对手，对手没有一层减益效果，此物品的这个东西会获得1%精准加成。和暴击加成没有一层，可是我又没有玩毒瘤，其实也算有吧，另类的毒瘤啊，对吧？另类的，哎，难熬欸。疲惫状态施加同样的效果，总觉得我其实，可是我只有一个武器，那我怎么样？还是选巫毒娃娃？我根本就是巫毒娃娃的形状啊！我根本就是女巫的形状啊 这叫我怎么不选女巫？可是女巫现在在这里，我触发150%，对不对？疲惫时，然后我们又可以减益效果，先拿。然后空间有点不足，然后他给我这个翡翠碎片，25%的几率向对手施加一层。放入背包，每时3秒，算了，免费的就可以玩。哎，没错没错，这个免费的就可以玩，免费的就可以玩，免费的就可以玩。
好吧，我们要把巫毒娃娃放着，要放在哪里好呢？反正一定要碰到它了，不碰到不行。哦，这个位置好一点。然后怎样？然后大蒜，然后蘑菇。只不过这样，我这一层香蕉没地方放。少一根香蕉，这个先拿走。宝石装上去，我已经装上去了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刀哎、欸，我没看到它，我没看到它。嗯，嗯，嗯。每四秒，每五秒，每四秒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让我的那个吃到、啊？好烦哦！香蕉、大蒜、香蕉啊！我们往上，这样。好吧，感觉整这样。嗯，顺便让我们的毒也上去。好，走吧。每次看大头玩新游戏都会想玩玩，但是研究不来。不会啊，真玩大概一天吧，大致上先随便玩嘛，随便玩就懂了。阿迪随便抽都是月亮，谁从挂机遇到不知道，当时才110我没带，结果被封了，挂不知道。跟官方讲一下，跟官方讲一下，账号就回得来了，保持装刀具就可以。下雨天外飞鞋，早安，免费可以玩的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免费。超总在玩这个，对啊，蛮奇妙的，真的。然后我的那个还没出来。怎么办呢？我的荆棘不会，我有一个 pineapple， 超 pineapple， 获得一层，先加。哦，我有这个哎，那我这边要调整一下，往上一层，这样。不对，我觉得我应该要换个位置。好，全吃，又有吃到这个，然后又帮他加速150、欸、哇，8块钱，我没钱了，买了就没钱，就买吧，买吧，然后。放这里，这边每11秒施加一层，放入其他草，我连其他草都没有。这个先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哦哦，塞好塞满的感觉好舒服哦。晚安，万圣节快乐，松岸，万圣节，万圣节，对，万圣节快乐。万圣节快乐啊，各位！有没有机会？我全程就靠这个平底锅，我还没有进化我的平底锅哎、欸。哦，能不能赶快给我一个平底锅？不是，赶快给我一个进化，不然我没有进化。背包三格，获得一个神圣，这是补血。哎、欸，嗯。每3秒会净化2层毒，好吧，是不错啦，可是我也没钱，没钱的情况下刷一下，
九块钱又来一只鸟，饥饿之刃。嗯，七块钱，好，完全不强化。七块钱，九块钱，其实差一块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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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这两个卖掉，然后我就可以把鸟塞进去。只是我要怎么玩？先塞再说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哦，少一根香蕉，没事，香蕉好了。哎呦，玩这个游戏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天才，会自己是个那个，就排好的感觉，会觉得超舒服，会觉得超开心。好了吧，我连鸟都放进来了，看我真的是蛮爱鸟的。对方这么多武器，现在1.74秒打一发，1.67秒打一发，再叫一次鸟。1.6秒打一发，再叫一发，1.54，1.48，25，有，很快很快，嚯、哦！如果现在讲龙纹袄，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好，又多一个超拍 Apple，然后又有这个，而且还给我打折哎、欸！你都打折了，我就先拿一下，然后3块。可是我现在没钱，这个不用买。又给我一个，先拿这个，然后这样子。苹果，我想要稍微换一下位置。啊，不行，水果又不能相互重叠。这两个是可以合成，是不是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跟他。好，走吧。汪东城的那个终极一班的那个，对，汪大东啊，汪大东，汪大东，龙纹袄，我已经忘记他什么能力了，我已经忘记他什么东西了，只是我记得这个东西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这个锅铲好像有点神嘞、欸，很像有点神嘞、欸。他叫汪东城，游戏叫那个影片里面叫汪大东嘛。哎、欸，全程靠一个就好了呢、欸，全程。我全程只靠这一颗，有那么神吗？来，然后是没有，又多了这个随机移除，来撒一下，又有一个喇叭，喇叭能吹吗？我现在能移动吗？不行，我现在只能这样子而已。先不要，先买这个东西再说。然后，哎、欸，我全程没有那个嘞、欸。只靠着最基础的喇叭扛到现在 不是最基础的锅铲呢？现在你给我这些没有用啦，1块钱先买着，看情况，等下就卖掉。再1块，又给我这个有大蒜，加一个，还有1块钱啊、哦？算了算了，没了没了。既然都没有的话。就放着吧，就放着吧。哎、欸，哦，这可以合成，啊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哦，哦，这两个可以合成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想要的是，我想要的是这个、欸。哎，对啊，可恶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贯彻我的始终，走吧。喇叭没关系，喇叭没关系。你拿再多武器有什么用？我一个锅铲就打到这里了，一个锅铲，对吧、啊？我想要那个是黄金平底锅。有有有有有，合成很难得，其实这样也可以合成一下。我可以激活。然后至少10点造成伤害2点，不用，又再给我一根香蕉，我这香蕉也没位置摆，也不能说没位置啊，其实还是有啦，还是有位置的。你又给我一个空间，9块钱，先这样。哇，现在233个人在线上，如果你在线上的话，能不能扣一个赞？现在只有39个赞，非常感谢大家，非常感谢大家，真的真的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进化一层，回复8点生命值，不用了，我们拿这个就好了。然后我看有没有机会把它放在这个平底锅这里。那我们就
每根据最少一项增加。好，走吧。我的黄金平底锅，哎、欸，其实有那个哎、欸，黄金平底，我、哦、又来这种。哎呦，他还拉丁神灯放错边哦。不对，你的神灯为什么这样放？这个人，哇操，不是！哇靠！等一下！我遇到克劳德了，干这把武器也太强了吧！干，为什么要这样放？这个不是应该加在他身上吗？哇操！我等一下想玩克劳德了，还有我等一下想玩了。好，来，再来一波。这个，好，这个没意外应该是这里了。顺便帮他加强，只是这样毒蘑菇有点可惜。那这样有点可惜，我们就塞这。还有没有东西？目前，嗯，嗯，好吧，没位置。然后又给我一个造成伤害量10，吸血。哦，我有个吸血匕首，9块钱。就这两个应该换一下。哇！啊，有。fuck， 啊，算了，好像不能，啊，靠北，我有点忘记刚刚怎么做了，我刚做什么？完了，我突然忘掉了。啊？把两个往下。哦，这个两个背包不行啊。这个背包有能力啊。其实我好像可以调整一下，干，我可以大调整一波哎。我、哦、好想要直接在里面移哦。如果我把这个移上来这里，等一下哦。我们慢慢来哈，等一下哦，这样我可以强化一波，让它再更强一点点。只是这样，我下面就空了，有没有两个包啊？我这30分钟过去了吗？我这一场玩了30分钟吗？我这一场也玩那么久吗？我想说我已经玩很快了，结果还是这么夸张吗？嗯，等一下，稍微调整一下。完全就是靠着一个平底锅，真的是靠一根平底锅哎、欸！哦，这还有一个包哦，这个包反正暂时没有用到，空间有点太多了，一样。然后。这个，我、哦、这边空间有点浪费，有点浪费。香蕉，
放这，我是有点想要再塞一个东西啊，不过哎，这个平底锅麻烦。好，该塞的都塞了，剩下就放一放。我还有6块钱呢、啊，刷一下。哇，你给我这些，我是有个镰刀啦，算了，带一块，我这个宝石都可以卖掉，我这个宝石都可以卖掉。哎、欸，我在整理仓库啊，没空啊。放入其他草，治愈效果加 10%， 哇，这家蛮强的、欸。哦，放入其他草，根本没有其他草可以放入啊。每5秒偷取一点生命点，每9秒、欸、被攻击时有 15% 几率、欸，都没有啊，算了，先给我来一根蘑菇。如果你给我蘑菇，我要想要塞这里塞一根东西哦、喔，还是说我这根香蕉可以往下一点点？应该没有差吧？再往后一个不行，这样我少一个蓝莓而已，不止，我少了一个蓝莓，少了一个大蒜，不行。所以说，哎，我这里应该放一个一格东西的东西，不然的话有点亏。可是现在没有了，然后两根香蕉放一放，顺便帮你强化一下。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强化蘑菇，好，走吧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全靠一根平底锅，哇、哦，三个盾，四个盾，五个盾，鸟不是有上限吗？有，可是我只有一只鸟而已啊，对吧？它的空间，它的数量没有上限，它的加速有上限，所以还是可以用，还是可以用，还是可以用。我不要低于50%就好了。我平底锅，这个平底锅怎么输？你跟我说，这个平底锅怎么输？然后我们的喇叭又出来了。喇叭能吹吗？能吹吗？能吹吗？其实放在这个位置可以。等一下哦，只是我要，哎，这样就放不到它。Fuck， 它一定要放狠。所以能够这样子吗？我先把这个放旁边。哦，只是这样香蕉就要移掉。然后我就可以放喇叭，我们又可以吹喇叭，然后再放 Apple， 拍 Apple， 然后我有8块钱，全都是。可是这边哎有加强，我还少一个蓝莓啦。如果再给我一个蓝莓，我的这个盾还会再更强一点点，我的那个龙纹袄会再更强一些些。20点体，7点吸魔，劣质。不用刷一个，又给我这个已经不需要了。然后给我猪、蓝莓，说蓝莓就蓝莓香、他真的完全不给我哎！刚刚药水给那么多，蘑菇往上放没？为什么？哦，换蘑菇。还有了，还有了，蘑菇不是我的重点，我只想要让他全吃到，全吃到。哎，对，我给他吃到这个干嘛？我想一下哦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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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会这样子放的原因是因为我还要放这个盾，我还是有在毒人家的。我的储物棺材也会毒人，有 25% 的机会会施加一层毒。然后如果全部都加速上去的话，是不是这个毒会毒更多次？对啊，所以我才这样子放，对，我才这样放，我才这样放，所以我不往上放。然后现在没了，都到底了，那我们就来个。没了吧，剩4回合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吧。打折的送我也 OK。然后是什么？蘑菇跟下面大蒜换？你说这样子吗？这个也不能换啊，因为它这个要分开放的原因。哇操！哎，没有啊，有啊，堵到蘑菇，它要帮它加速，对啊，它要分开放才可以吃到食物的加成，食物跟食物不能叠着放，对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应该没事吧？我觉得应该没事吧？还能再改吗？还有办法再改更好吗？这个吃两层，这个吃两层，这个好吧，应该已经极限了，我觉得。好，走吧，直接上楼，走吧。哇，这个回合金十字剑，认真，真的假的？
都到这个回合数了，这是在盯十字剑的装备吧？不过没关系，你十字剑，干我们龙武袄比较痛我们龙武袄秒伤是25.7耶，他的秒伤三十，但是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了好了，哦，你给我这个加速背包，哦，加速腰包，哦，你终于给我了，干我可以不用放了吗？我不用再放了，我觉得我没有必要了，我觉得我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再用，太没必要了。等一下哦，来这个换一下，然后加强这个，这个哇，可是这样香蕉少一格哦，你都这个时间点才给我，还能干嘛？不如不要给我了，这边还少一格，能怎么办呢？有这个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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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格三格，然后香蕉，这个先不用管它，这边还有一格，往下放，转移，施加一层毒，被毒烂。牺牲一个血量，这个我还有15块，这个只是回复耐力而已嘛，耐力药水，叠加一层，3秒内减少25%，25%，10%抵抗暴击，就13秒，换一个，又是一只鸟，又是一个鞋子。多护盾，可是他占用的格数很少。好，其实我已经不知道要选什么了，我已经不知道要选什么了。他也没有给我手套，什么都不给，是又给我一只鸟。我能够再塞一只鸟吗？感觉应该也不太行啊。真的，真的应该是没了。这边还有2格。加点护盾，又一个低级宝石盒，不知道合金锅吗？都这个时间点了，你还合？还鬼转吗？这个时间点在鬼转太硬了吧？然后又一个 pineapple，好啦，pineapple 就 pineapple，对吧？这个时间点我就不去转它了，等下我自己爆掉，这个放这里，好，加个书，剧毒匕首，现在才来，我还有8块钱。那这个就再买一颗吧。OK，好，包包没位置了啦，都到底了。魔法球激活一个物品，10点不用。好，最后三局，刚下班刚拿到插龟转个背包，对啊，哇，终于遇到我原本想要的样子了吗？到底是小锅子好呢，还是大锅子？我怎么觉得大锅子比较香？危险危险危险！再慢一点点，他的尬荷包蛋圣锅11.2%，而且他还有护盾呢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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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的香蕉给不给过？他有没有办法？我的香蕉很像有点不太行。我的平底锅还没有触发那个神灯，哇，行不行？扛不扛得住11？没有，哇，差一点点，差那么一点点。唉，没事没事，反正不会再遇到他了，反正我们不会再遇到他了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！增加一点耐力值，我还有包包可以放吗？我连包包都要想位置放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笛子是要3格，超 pineapple。这个等一下，笛子是要3格，触发物品快10%。好啊，我就让你再快一点点。不对，它要3格好，好，没有，没有，史莱姆大军，你看这一局玩多久？我是也想啦，我是也想啦。
但是你看这一局的时间，欸，可是我觉得我已经算快了，跟之前那个速度比起来。啊，你再吹快一点点，这个没了，剩七块钱哦，我还有七块钱哦，哦，还有七块钱，我能做什么？对吧？再刷一下吧，包包，我是还想看有没有机会把它塞进去。这个刚刚如果不影响的话，直接替代导致空间消失，就会把哦，对吼，我其实不用那样子哦。然后我还有哦，终于给我来了个手套，那就。啊，又多一个香菇手套，还是让我们的武器再快一点点。等一下哦，我能够再加速我的武器吗？怎么样？加速你，这样有点亏。如果香蕉也没得塞，香蕉好像也不需要了吧？这个珠宝盒，珠宝盒也不需要了。那剩两回合了嘛？那个四个包两块钱，25%加毒，那就来一点毒吧。然后一块钱，我这边还有很多啦。然后我要想办法把这个，再把这根香蕉塞进去。怎么塞？你跟我说，真的是塞不了的啦。啊，不然就这样子。哎，还可以。还是能塞，剩一块钱，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最后两回合了，这个也不用店长会参战吗？店长，你说这一只吗？应该不会吧，这一只好像不会。好了，珠宝盒卖掉，不需要你了，钱包卖掉，不需要你了。然后我有两个毒，两个东西，向对手施加一层毒，那就你吧。偷取一个增益效果，集中时，我总觉得我应该要换东西了。七块钱是不是？这个卖掉是几块？这个卖掉就是七块。偷取一个增益效果，啊，可是好像不行，我就是靠这个再活下去的。好吧，算了。然后放着的话是，我应该买来然后放着不要动。四块钱，这个卖掉是一块钱不动。好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还要再扛两回合，两个都320滴。我顺便看看我的那个耐力，应该是速度超快吧，1.33，能不能再快？能不能再快？我们的鸟继续吹，1.29，1.29，我们的神灯还没有办法叠到10层，我现在偷到12层尖刺，欸，我根本就在偷他的尖刺啊，对啊，哇，还没伤害没上去，我们的神灯上不去。哦，欸，神灯还没上去，欸，就过了，欸。我是偷啊，我把他耐力吹掉了，啊，对啊，每 5.8 秒可以吹一对手一点耐力啊，可是也还好，因为他每次冷却会变多，可是至少就让对手压力变大。每 2.94 秒可以随机获得12点盾或什么的，然后呢，我可以消耗7，欸，不是哦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神灯很像有点烂哦，我必须要有7层幸运、7层护盾、7层尖刺。还有7点魔力和27点生命值才可以回我的武器加27点伤害。对啊，那这个很像也没有很香欸。我必须要搞到这个地步才有，可是也是慢慢的叠上去了 ,1.38 秒。那这样子的话我现在是 0.62 秒的锅铲打一发。所以其实我的体力喷超多欸。我的体力可以啦可以啦。这一套 OK 啦。欸，可是我还是靠中毒欸。我还是靠中毒在赢，为什么？我明明说是靠我的平底锅啊，可是我的中啊有啦啊，忘记一件事情。对啦，我的这个我的棺材这边也是触发八格，触发八格，所以也是疯狂毒下去，那个毒下去的感觉是很痛。好，再来哦，你现在给我这个，我已经没位置了，同学，我真没位了，这个就卖掉。那个放上去，这个我就不加强了啦。沙子，我这还能干嘛？你跟我说，我还能够做什么？我还能够怎么强化我自己？我都已经想不到了，真的，我已经想不到了。匕首也没了，
荆棘之鞭，我干脆让他们两个合成好了，我还没合过哎、欸，对啊，有点可惜。哎、欸，剩这个吧，剩这个可以拿，看一下。然后还有触发，加一格，五块宝石，没有了，最后一回合了，简单看一下吧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获得这个，这个还不错。然后有六折的这个，可以帮我补血，八点生命值。哦，我还没有机会再塞。我好像没有东西了，真的到底了，真的到底了，真的真的卡换蓝莓，我想贯穿，你看有蓝莓吗？看有蓝莓吗？哦，你说蓝莓吗？多一点体力，多一点那个是不是？好啊，你现在才给我，没有用的啦，有毒哎、欸！对手恢复生命值时上三层毒，我等一下来玩克劳德。又有这个，要、啊、不然换这个好了。激活物品有66帕几率回血，至少有10点，则会造成2伤害。其实这个也不错啦。啊，这个也不错啦。对吧、啊？这样 OK。然后还要加速它。哎、欸，疲惫死，激活每一个物品激活，激活啊，这个有点亏，稍微换一下。完了，我要怎么找到一个好位置呢？好吧，这样少一个大蒜，这样大蒜。好，最后一回合，看一下，没有，没有，哎、欸，有蓝莓、欸，每 3.5 秒获得一个，我还需要吗？我觉得我这个比较香，都是蓝莓的能力，对啊，嗯。好啦，没了啦，结束。Only no turn。哇，这最后一个对手这么的凶残吗？我们速度慢一点点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平底锅七到八的伤害，手套加强一下他的伤害。其实我觉得现在不是加手套、欸，我觉得我速度已经够快了。他加 20%， 你看他后面点到那么多，其实我加一点攻击力伤害应该会比手套加的还要来得多。然后我们现在对手下去已经是来到了35点增益，但是我的血量是 153， 他的血量是 167， 还有没有那点再慢一点点，不要死那么快。哎呀，怎么最后一瞬间啊，还有黑暗啊，两为什么哦，其实这个游戏真的最难，好玩是好玩，但是痛苦就痛苦在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你到底怎么输的呢？中毒吧，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解毒啊。如果我有解毒的话，应该就不会那么的崩溃了，其实解毒蛮重要的、欸，解毒蛮重要的。只要毒有解了，应该就不会死那么快，对吧？就不会死那么快，造成40点伤害。好啦，不管如何，虽然说我们最后一局败了，但是没有意外的话，哎、欸，还是过了，还是过了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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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啊，全程就靠一个平底锅，想上去没得上去。